大家好，我是世达先进科技的连长，今天来跟大家推荐地表最强最优惠的备份软包。您一定有这样子的经验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备份软体，或者是说我有了备份软体可能不会安装做设定的排程，那有了备份软体我可能还会在担心我到底该存放在什么地方，没有储存的空间。当然最主要你要担心的问题可能是我备份了之后到底能不能还原，都不知道，没有做过验证。现在您通通都不用担心，我们世达懒人包全部都帮您包含了起来，把刚刚的问题全部都解决。首先我们包含了世界上最佳的 Image Backup 技术团队 NetJapan 所做的 Active Image Protect Server 版3套，那同时还包含了 Netgear 4倍塔式的 NAS 一台，那我还送您 2TB 的硬碟4颗，那整组方我还包含了我们世达 ARP 的上课卷3张，大台北地区的话我还送您到安装设定服务。整组的方案价原价168,951，现在3月底前下单只要97,992，您就可以整组带回家了。Active Image ARP 这个产品最大的特色是，您备份下来存放在 NAS 之后，我们不需要做还原，它的 ARP 的 Image 可以直接做虚拟开机，我们在 Windows Hyper-V 的环境里面可以直接把它 Image 做点开挂载起来。那同时它的 Image 相容 VM Player、VM Workstation 多种的虚拟的平台。那整个方案我还推出一个进阶的选项，前端的 server 您只要再加购价8,358，您就可以再把备份下的 image 抛转到 VCP 上来去做待机，做类别源的架构。整组方案非常的优惠，您还在等什么？赶快拿起你的电话联络世达，或是你的专属经销商。